起共同思考如何有出自身的愿景。我们想把这个单身奉献给大家，可以由大家来放出自己的心声，我们并且会录成一个影像的作品本，跟大家一起共同思考。那请问大家有人想说说话吗？你要不要说说话？要不要说说话？要不要跟大家说好？是是是，你是从福岛来的？对对、啊、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，我想要访问你、哦、你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，那你的诉求是什么？啊、哦，是用大声公不要用大声公，因为断断续续听不清楚。啊、哦，我们来自日本福岛县，是来台湾，并且想要告诉大家感谢3年前对福岛县的关怀与支持，并且想要跟大家一起共同思考如何有出家乡的愿景。是是是，那你觉得我们台湾这次做这个福贸反福贸，有这么多学生站出来，这么多人，那您的感想是什么？我的感想是台湾大家很勇敢，想站出来自己保护自己的家园，自己思考如何有序自己的家乡的，这样子的一个大家站出来为自己说说话的这样勇敢的精神。那请问一下，如果在日本的话有这种可能吗？可能没有像大家这样子的勇敢站出来，因为我们民族性比较内向一点，但是我们来自福岛县的，我们的福岛县的县民200万的县民正在努力重整家园当中，并且感谢台湾三一的时候对我们的帮助。是，那请问你过来是您自发的来，还是有一个团体支持你们过来？我们自费来的。你们自费来的？嗯。那你们福岛那边有人知道你们过来吗？我们会录成影像并且寄回福岛。哦，所以你们是有一个有一个网站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是的，是的。我们会再做。啊，好的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